诸位朋友，大家好，很欢喜跟大家来谈谈国学经典跟生命教育。这也是我这20多年来，或者更多说一点，30多年来一直在从事这样的一个活动，就从国学经典如道佛啊的经典，怎么样把它的意义释放出来，参与到整个生活世界之中啊，把这个生命教育的理念啊提出来，把生命教育的功夫啊真正朗现出来，并且好好去实践它。这些年来，大概应该说日以继夜的都在做这个事吧。我大概提炼出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图表啊，大概就这样子。我说，儒家强调主体的自觉，道家强调场域的自然。佛家强调当下的自在，儒家的功夫主要在静这个功夫，尊敬这个静，澄净这个静，道家的功夫主要在安静这个静，佛家的功夫主要在干净这个静，所以静而无妄啊，能够自虚守静，静而无染啊，这是儒、道、佛三家的功夫。儒家强调一个承担的精神，我就在这里。道家强调这个我还放回天地了。我常说道家是从我的回到我，从我放回天地。佛家强调我当下空无。这个是我法二空。所以儒家强调自强不息，道家强调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佛家强调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我觉得这些精神大概在整体来讲的话，到处都可以看到。所以儒家强调孝悌人伦，仁义为教；道家强调尊道贵德，持俭虚敬；佛家强调悲智双运，涅槃寂静。这语汇听起来，就这样过去了。其实它就是该承担的时候你要承担，该放下的时候要放下，该放空的时候你要放空。但承担一定是在优先的，所以我常说，不是不要给你压力，而是你有足够承担压力的能力，所以压力就不算压力了。其实在大约20多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相关的文章，就那时候关联到弗兰克的 logotherapy 所谓意义治疗。我从弗兰克的意义治疗，然后进一步开启了一个儒道佛三家的意义治疗学，那么后来就成就了一本书叫中国宗教意义治疗，大概就把这些都包括在内了。那儒家强调一种儒家型的意义治疗，就是一个承担的精神。道家的意义治疗，其实我们名字就叫存有之道的治疗，就放回天地回到天地之间，就是我们前面刚刚说的我的这个的你拿掉了，就变成我嘛，但我还要拿掉，就放回天地。所以拿掉也不是说如何拿掉，就你放松了放回就是了。那佛教强调般若治疗般若治疗的般若观空嘛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照见五蕴皆空，要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到彼岸的智慧，到彼岸智慧所以能够把一切都观空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道理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样的一个想法里面，大体来讲的话，我今天是想通过这个机会，很简单的一个短片来提示一下我的想法是些什么。儒家强调孝悌人伦，仁义为教，一个道德的创生那么这样的一个思考里面，儒家因为认为我们这个生命是放在天地，放在血缘人伦，放在政治社会共同体，放在整个文化教养间，所以天地亲君师，这是我常提的这四个共同体，天地自然的共同体，血缘人伦的共同体政治社会的共同体，以及整个人文教养的共同体，
要范为天地之化而不过，区成万物而不一。那么它基本上非常强调，你必须回到你那个内在的心性之源，你那个内在心性之源也就是宇宙造化之源。所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上苍是所赋予你的那个觉性，这个觉性它不是本能，它是良知良能，而这个觉性你要去循顺这个觉性啊，所以率性之为道，这是人生之大道。你修明这条人生大道，那最重要的教化活动呢，所以我们的教育基本上是接地气，通天道，入本心，不乎四体，通达于八方。这我在很多时候都提到这个基本道理。所以在儒，在道，在佛，基本上在这里的话是可以通的。因为儒道佛都是强调一种脉络的宽广的人跟人之间，人跟物之间啊，以及人跟宇宙之间都是通而为一的。所以儒家强调的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啊，道家强调是道法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那佛教强调要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么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到其实啊，教育它是无所不在的。所以生命教育无所不在，生命教育啊，包括到我讲的就好像植物在生长，植物的生命教育一样，阳光空气水，人也一样啊，阳光就如同家庭教育一样啊，空气就社会教育，水就学校教育。所以要有阳光，要有空气，要有水啊，不能只靠学校教育，要社会教育，也要家庭教育啊。记得不能够没有阳光没有空气猛灌水啊，你家庭教育不重视，社会教育不重视，只重视学校教育，那是没有用的啊。那么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面，其实非常强调一个时间的意识，时间轴，这个道统啊，道统就强调我们这个宇宙造化之源那个价值本体跟我们整个人是连接在一块儿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道统啊，除了一个语言文字符号的系统以外，其实它内在有一种生命的，我们讲薪火相传，绵绵若存，生生不息的。所以这么说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到非常重要的是一种内在心灵的力量，还有宇宙造化之源的力量，还有历史道统的力量。这就是我们人在这个世间里面啊，非常重要涉及到三个脉络。一个就是你跟你自己内在心灵的关系，一个是你跟整个时间轴的啊，古往来今的啊，圣贤啊，父母祖先的关系，一个是你跟整个天地自然，而且上溯到宇宙造化之源那个奥秘性的关系，那个奥秘实体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么说的话，它就涉及到天道论、道统论还有本心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再看看道家啊，刚刚已经讲到了，尊道而贵德，持俭虚敬，自然无为。这个道，道就是根源，德就是本性，顺其根源，如其本性，就是要道德。所以道德不是一种压制，道德是一种生长啊！我想把这个道理讲明了，在日常生活中你都可以体会到，你身体，你对身体要道德啊，如其根源，顺其本性。你不能晚上滑手机滑到很晚很晚，第二天起不来，这不行的啊！你只要顺着事实啊，譬如说《黄帝内经》里面也都提到了啊，像夏天可以晚一点睡，但是要早一点起，冬天呢要稍微早一点睡，要晚一点起啊。春天跟秋天呢也比较均衡一点，所以这里它其实就是一个调节，有调节。因为我们的哲学，我们生命教育非常强调的是一种相与和合的关系，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而我们思考问题，我们不是一股脑儿单线式，我们是一个圆环式的思考，我们谈的是一个天地人我万物通我为一。庄子书里面也提到回归绝怪，道同为一，这齐物论。齐物论强调的是这个世间一定不齐的，不齐而齐谓之齐也。我们五根手指是不一样长短的，正因为不一样长短，所以才能够合作，所以包容差异，包容多元，
才能构成整体之脉络，它才能够真正是一个好的生命的生长，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到儒家强调主体的自觉，讲至于道，道家回溯到了总体的源头，讲道生之，所以至于道聚于德啊，道生之德续之啊。道家强调是天地自然，儒家强调主体的自觉，你的自觉跟自然要能够合合为一啊。儒家强调证明去求实啊，道家是去名而务实，或去名而就实。道家回到存在本身，儒家是说啊，在这个存在本身里头去建构一个人间的理文世界。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到，包括啊最深层的讲到爱的关联，其实儒道佛，儒家强调啊仁爱，啊那么道家强调慈爱，佛家强调悲爱，啊我们简称仁慈悲。儒家讲仁者，仁之安宅也；义者，仁之正路也。从仁讲义啊，那么道家讲慈，慈就是一种自然之恩慈，自然之爱。父母对子女叫慈，子女对父母叫孝啊，孝是必须自觉的，而慈是自然的。父母疼惜子女那是自然，但自然我们要长养他，自觉更要长养他。自觉必须通过反思反省啊，觉察的功夫。佛教的话，它有更高的觉察，觉察到人跟天地万有一切，所以遍三千大千世界都是通而为一的。所以人要能够彻底的觉醒，要能集九法界而成佛，这何等不容易。所以要能够彻底的解开任何的啊世俗之啊限制跟拘止，这样才能够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要举个例子，做个比喻，我说儒家强调主体的自觉，如像吃饭一样；道家强调一个场域的和谐，就如同阳光、空气跟水一样。佛教其实强调了，原先是治理我们心里的病痛，它强调苦业的解脱，它如同药一样。不，佛教的大乘佛教，因为它继续发展，在东土发展的很好啊，发展很好啊，儒跟道也融通在里面了。所以佛教里面你也可以看到饭，可以看到空气，看到水，这大乘佛教很了不起了啊。这个佛教它是佛搞一些兴国邦国兴本德啊，印度的佛教基本上几乎已经快灭绝，因为印度啊还是印度教，印度教因为它种姓制度。佛教要强调众生平等，佛教虽然它是发源于印度，但是它早超过了原先婆罗门教，跨过了婆罗门教，而啊打通了啊，就是解开了婆罗门教的一些拘执跟束缚，但是啊印度人没有办法接受啊，但是到中国跟啊华族的啊人皆可以为尧舜，图之人皆可以为禹，一拍即合。可以达到世界大同，天下为公，三千大千世界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一点是很重要很重要了。我们这样的理解下来，大概就可以发现到，其实儒家、道家、佛教他们整个生命里面有一个非常可贵的东西啊，那是回到我们生命有一种觉性的灵敏，觉觉啊，要有所感有所觉啊，感感啊，有所感有所觉，这是我们闽南话里面用的是古文，所以感觉是两个动作，感跟觉。现在我们一般讲的话，这个感觉是 feeling 的，是感受，但是我们讲的感感啊，有所感有所觉，有所觉才能够一念正起，一念正起整个天下成平。就这一点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要多深入到儒道佛真正的根核所在，那核心所在。最后我要继续再强调一下，儒家强调反思主体的自觉，
道家强调放开，放回天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他强调场域的自然和谐，而佛教强调我法二空，了无挂碍。你想，我们这个民族拥有这么丰厚的经典资粮，有这么丰厚的道理，一种真正入到我们整个心理最根源地方的道理，能够入本心，能够接地气，能通天道，能不服四体，能够通达于八方。我一直认为这样生命教育啊，是积极的参战天地之化育。参者参与也，战者铸成也。我觉得21世纪是整个人类文明必须有更多交谈跟对话的事情。所以华族文明的儒道佛三教是要好好的参与到人类文明，展开更多交谈跟对话的。以上我做了简单的报告，把我这半生所从事的经典的理解跟诠释的活动跟生命教育是如何的关联在一块，做了一个简单的阐释。非常感恩有这样的机会让我来阐释我这样的一个道理，感恩。